啊，对，晒个太阳，因为早期没有车嘛，那都是徒步。那我们老人家都会去背这一捆一捆的，看一下，背一捆一捆的到脚板厅那边去交换一物换一物，就是小孩子的东西，童玩的东那个玩具，然后米跟酱油，然后他就这一捆可能会换到两三样的东西，那这一捆大概30到40台斤不等，就是它的那个重量。然后你看我们老人家徒步到脚板山，还要在路上过夜，他就要走2天到3天的时间才到脚板山。那回程的时候就是比较快，因为比较轻。对，那我们早期是这样子哦，对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对。哎，小心有摩托车，它会开花呢，哈。那我们走前面好。